全运会女子100米栏预赛中，来自湖南的选手夏思宁得到大家关注，网友纷纷表示被她的高颜值狠狠美到。2年前，16岁的夏思宁就在第二届全国青运会女子100米栏上以13.30秒的成绩刷新了全国少年纪录夺冠。今年她也参加了全运会，虽无缘决赛，但好好训练，未来一定能在世界赛场上看到她。